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Inch Design。咁今日我哋就会带大家嚟到一个收咗楼准备进场嘅单位。咁我哋今日会做嘅嘢咧，就系设计师会约埋我哋师傅嘅团队啦。咁现场视察一下，睇下同收楼之前嘅平面图或者系设计上有冇啲需要调整嘅地方。去到現場的時候，其實因為單位的樓齡本身比較舊啦，咁所以我哋會見到牆身甚至乎天花的油漆狀態咧都比較差，同埋經過一些長年累月修補的痕跡啦。咁現場師傅都會看看有冇一些特別滲漏的地方出現。當然，最後我哋就會用圖紙同施工團隊溝通一下單位嚟緊會做的工程同埋設計上面嘅規劃啦。咁視察完呢個單位咧，其他都冇咩特別大問題啦。咁我哋之後就可以進行清拆，到時就可以更加清楚現場嘅環境啦。今日嘅 site visits 都差唔多啦，想睇更加多嘅片，記得 follow 我哋嘅 Instagram 啦。收工啦，拜拜。